所以基本上，可以把它加进来。那加进来之后的话呢，那各位可以再比对一下。比如这个地方，你也可以类似这个格式，因为我汇入之后的话没办法汇入格式，它只能汇入资料。好，所以如果你要回复像这个地方的相关的那个部分的话，你可以哈再自己再比如说成交的部分再加上出题哈等等的，我想这个地方格式自己再做一些变化，多练习一下应该就是 OK 的哈。 那当刚刚同学有试过，好像在其他的网站也可以，本来不能汇入的，现在变成可以汇入了。啊，如果变成可以汇入的话，后面可以做很多事情了。啊，基本上哦，你会发现，尤其像那个网络上面的那个资料，有时候量非常非常大，你要一直不断去抓的话，其实你也可以跑那个回圈呐，哦，然后它其实上面的这个数字有时候都有固定的。 哦，比如说有时候它一页一页的，那你可以怎么样呢？跑一个回圈嘛，然后去抓这一页之后再抓下一页，再抓下一页，再抓下一页。那一页的话就存成一个工作，一页就存一个工作表。哦，那这样的话基本上网络上的所有资料其实都可以把它怎么样呢？动态的抓下来，只要那个网站是活着的话，哦，基本上你看就可以很快的把资料抓下来。然后你需要做什么？比如说你有100个工作表，如果假100工作表你要合并。 或分开都没有问题啊，我们分开前面有讲，但是合并也很简单嘛，反正你就跑回圈，看这个序值有几个嘛，就是到 for 比如说第一个到序值点 count 就是知道还有几个，然后你可以分开，你也可以把它并在一起，并在一起之后你也可以再去做后续的分析，也是不会问题。所以如果懂得这些这一套东西的话，哦，大大的提升那个。 就是那个效率了，尤其我看蛮多是他本身就是做好像分析师之类的吧，哈、哦，所以他如果我在想说，如果分析师他不懂 VBA 的话，哦，那真的是很麻烦的，因为资料量这么大，我想如果每天都在土法炼钢，他恐怕几个助理都不够用嘛，哦，那助理也只能怎么样帮他做复制贴上、复制贴上的动作，那真的没有办法查到应该要查的资料，反而有的时候像以前有 VBA 自动化。 或者像刚刚同学问到说筛选条件，比如说你有好几栏的都要大于5%，就把资料捞出来。其实可以用筛选，我印象中各位可以试试看，可以录下来看看，就像有多条件筛选的，哦，或者是说用一般我们会用最多是用那个 SQL 里面的 select， 后面有个会有没有？会有哪个栏位？那文字的话用 like 啦。 那如果你是数字的话，就可以大于、等于、小于，那个范围都可以去制定的。那如果多条件的话，你可以再加上 and 是连起 ，or 是交起，那么一个是 and 是交起哈，然后 or 是连起。OK， 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去查到。那当然 ，SELECT 语法还不止只有这一些哦，里面还有很多，你们可能比如 order by、 group by。 或者是说你要最前面的 top 10之类，它都有很多的相关语法，所以相关的因为坊间单独提到 SQL 语法，然后又写的比较好的，我看都比较少，大部分都会把 SQL 语法当成一个技术来看待，它就是其实现在相关的书籍都写的太硬了，对一般来说其实都不太好入手。 我不知道，如果各位有时间，或者可以再到那个重新南路上面看看有没有相关书籍的，你就找一下 SQL 那如果说没有太多时间的话，你可以先从那个 SS 的那相关书籍 ，SS 可能会比较好切入。好、哦，那 SS 里面我讲过，就是你可以资料表跟查询，尤其是在查询这一块，如果你要查大量筛选大量资料的话，用这个查询功能其实就非常好用了。 OK， 大概是这样哦，请各位再稍微练习一下，就是叠符哈、哦、这些格式，我想各位再试着把它做出来哈、哦。OK， 这是问题16的延伸题哦。